哎，谢谢啦哈！紧接下来热闹气氛了。是的，我们要来邀请的是我们哇，这年轻有活力，对，我们电音小公主刘佩琪。来，我们前面这边准备好了吗？对，哎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哎，准备好了哈。对，哎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发挥我们的这个哈热情洋溢。待会呢，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这阶段哈，我刚才有看哈，待会我们两个还要跳那一首《心来了家》，对不 对？哇！对啊，那你们两个今天有没去了？我尽量有啦，刚好。哦，对，两个，对啊，你们两个等一下要唱。就是要雪晴会唱新来的钱，我们两个伴舞。哦 ，OK， 没问题，好。所以就是让雪晴当一下苏佑荣。哦，苏佑荣，对对对对。等一下本人会来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真的。是你是讲真来假的？真的吗？啊，你未拍谁？我迄刚刚你身高那小朋友，今麦真的哇，真的啦哈，真的会来啊，真的哇，那真的是太棒了哦，真的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，对，那么。我们的佩琪要带来什么舞蹈，什么好听的歌呢？这是快歌吗？今天没有唱跳，没有啊，我这准备要唱跳而已。上一个唱过了，好。那这首歌是什么歌曲啊？几分之几？三分之一，好不好？二分之一啦，五分之一啦，十分之一啦。来，好听的歌曲由我们电音小公主带来的《几分之几》。记得那天，太阳压着平原，风慢慢吹，没有人掉眼泪，一切好美，好到我可以不用说话。金色的侧脸踩着纯白球鞋，风继续吹，世界继续作业，那么确定，我知道那就是你。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。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，晴朗的南方。就算犯错，你那岁月等我，就算停留，还有你看夜空，我算什么？让你无条件的为我，哦。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谢谢你成为了我。哇，谢谢！
过。谢谢。谢谢佩佩琪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《几分之几》。来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啊，也非常的不得了哦。他本身也是我们的侏罗歌艺发展协会哈，我们的创会会长啊哈，大家都称呼他是林老大。来，林和和，我们的老大啊哈。大家好。哇，大家下午好。真的，今天听说真的非常忙，你今天爱赶几摊？四摊。真的，人熬唱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啊哈，赶紧爱照。我今天等一下，我们会再次碰面。我们的下一场应该是在五音发展协会啦哈，会员大会啊哈。对，实在没想要看到你嘛，无法度。那样啊，我等你叫老大的妹来。那老大非常的会唱歌，今天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刀马旦。刀马旦，来借用各位的掌声，给我们老大一个热情的欢呼呀！谢谢。